Book 2 58 58 身体的部位我画一个男人首先是头部那个男人戴着一顶帽子。看不见头发。也看不见耳朵。也看不见后背。我画眼睛和嘴。这个男人跳着舞并笑着。这个男人有个长鼻子。他手里拿着一个棍子。他脖子上也戴了一条围巾。现在是冬天，而且天气很冷。双臂很有力气。双腿也很有力气。这个男人是雪做的。他没穿裤子，也没穿大衣。但是他不感到寒冷。他是一个雪人。